不行，手法不标准啊。我是自己自学成才的，啊，打小我就给。那我考考你反射区，脊椎在哪儿？在这儿。那错了，瞎开玩笑了。颈椎在哪儿？颈椎在这儿。哪儿啥都在那儿。这不是，这是颈椎。我有个小想法，咱让专业的来行不行？行啊，钱队长。那我按他这大脚丫子是吧？对呀、啊，我给四个按。开始了，行吗？开始啊，咱感受感受啊。什么个专业？哎，啊。你就是腰椎有问题，对我腰伤过，哎，对，疼，腰伤过，腰椎会有咯楞，感觉到这儿咯楞了吗？咯楞有点。我真的是很认真的在学，真的认真学。此刻稍稍刺激一下心脏，嗯，有进这个血液循环。我也想刺激一下，我正给您刺激呢，您心脏没什么毛病，你给我刺激一下。哎，两条大街就像两条高速公路，我得给它通开了，我得让这高速公路通车呀。它有一个收费站，它有一个，先停一下。行了行了，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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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，嘿，爸，慢走您，慢走慢走，谢谢光临，谢谢谢谢谢谢，慢走慢走。这是大堂了是吧？哎，您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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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问一下，哎哎，这个张九南在哪？他带完枪，我往回不去了。拿了您几张啊？三张，带换鞋呢。哦，您稍微跟我联系联系。我给您问问啊。啊。栾哥又给我发语音了，是干什么呀？喂喂。你拿人大妈三张票，人大妈走不了了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哥，我现在去给人拿去。你不行，你就买单，让人三大娘先走吧。行行，我知道了。那您大堂长等着吧，来吧。好嘞，好嘞，我知道了。这个你拿人大妈票干什么呀？我以为那是证据呢，哥。不是，那也不能这么玩啊。我给人走，我结账，我给你结账。阿姨，实在对不起您啊。我给你结账，我给你结账。扫这儿就行是吧？来，小月。嗯。来，小月。这个是刚才张九南把人三个票拿走了，让人大妈等了很久。这是绝对是咱们的工作失职。但是现在你是员工，我是经理，给三位大妈找鞋，然后把三位大妈送上车。好。对不起，三位大妈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别瞎串了啊！来，小月。咱俩拿鞋去给人。来，您坐，您请坐，大妈，你快坐。我们给您穿上。不是，这样，我们来猜一猜谁的鞋，好吧？您先请坐，现在这您仨人就坐这儿了。哎，我看衣服啊配啊，您是肯定是旅游鞋对吗？您是旅游鞋，红色是您的，这个黄色是您的。嘿，还真猜对。哎，谢谢，还真的好，谢谢谢谢。我来，我们自己会支持。我给您穿。不用不用，哎呀，不行不行，谢谢谢谢谢谢。你给他们送出去，正好你就站那儿了。好，没事。哎呦，这舒服，就是我能看得出来，丙技师的这是力度绝对合适，这个是绝对是稍微柔软大那么一点儿。不是你脚多大？你心里没数？我脚大跟劲儿大没关系。你反射区得从这么低的一个地儿往那么高上反，我不得多使点劲儿吗？好不好？好，二人就是时间到了。哟哟，不好意思，我还真得再摁一会儿，我得给人摁完了啊，这不算家中范围之内啊，反正我也得尽职尽责的给您摁完了，好不好？哥，我跟您说，不冲手法，冲您这态度，我也得加钟一会儿，真的，好吧？各部门注意，马上到员工餐厅召开全体大会。对，好的，师傅，收到，稍微收到，收到，收到。各位辛苦，于副总。我们是不是到了工资条的时候了？对了，我们该算算大家各挣多少钱。我实名举报张九南。张九南又做什么好事了？实名举报
周九良。所以我们最终的结果，看到这儿啊，您各位应该呀、猜出其中的真味了。所谓的评级，那就是师傅啊设下的一个局，级别高低那无非就是个名头而已，只要是踏踏实实本本分分，最后啊自有玉麒麟从天而降助你而成。眼看天色将晚，这德云水都啊马上就要打烊了，所以我们最终的结果，这名头之争最后结局如何呢？我们首要的任务就是把笑的价格打下来。你这带货呢什么？你这老秦，你要注意身体，要不他们会恨我的。开锤！小子要反先了，云字的。还是那句话，咱们下回分解。举多事多熬夜多养生多多谷粒多，本节目由谷物牛奶内行品牌谷粒多冠名播出。嚯，谷粒多公众号整活了，快来微信搜索并关注谷粒多公众号，德云男团彩蛋才艺每周四抢先看过瘾，还有惊喜盲盒福利。哎，过分了啊！8月20日起，德云逗笑社第二季腾讯视频每周五、周日20点双播，会员抢先看24小时；每周六德云社演员连麦直播陪你聊；每周一12点德云哥哥直拍等你来看，做任务还能免费得直拍观看券；每周一20点看逗笑社相声全记录，会员一次性看整期，非会员每天免费看一个相声作品；每周二20点看番外相声；每周三12点看德云下班后；每周四12点看德云限定营业中。锁定腾讯视频，每天都有新内容。关注德云逗笑社、德云逗笑社相声机位、德云三叉戟腾讯视频创作号、微信视频号、腾讯卫视3端账号，收获节目一手好料。打开腾讯视频德云逗笑社第二季专属页面，还有德云老爷们儿集合了，德云高质量笑点、德云哥哥朋友圈、德云整花活等超多栏目，让你一次笑个够。啊！他踹我！没事。谁让你踢他的啊？两条大。欢迎登录新浪微博，关注德云逗笑社官方微博，边看边聊德云团综的那些事儿，也可进入德云逗笑社话题页参与吉刚辈拆盲盒、中式幽默、民间艺术大赏互动 ，get 简单快乐法则。腾讯视频 TV 版、奇光 TV 同步播出，大屏观看更畅快。点击播放框下的讨论区，看看小伙伴们都在聊什么。德云逗笑社专属福利不定期掉落，加入钢镚男孩们的 Doki 圈，在你们的小剧场敞开聊吧。上腾讯微视搜索德云逗笑社，挑战节目 logo 复刻，赢取德云 Gaga 亲笔签名照。想要会员，快来腾讯视频 VIP 微信公众号参与抽奖，首次关注更有可能获得31天会员，腾讯极光盒子超清画质，狂野性能，畅听德云逗笑社，纯享相声，爆笑逗乐，欢乐不停。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、新浪综艺。特别感谢腾讯娱乐、腾讯新闻、新浪新闻、网易新闻、网易号、界面新闻、澎湃新闻、北京头条、扎克新闻、搜狗输入法、站酷、微博幽默、微博相声曲艺、中式幽默、微博艺术大师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